请掀开经本第56面倒数第二行。56面倒数第二行，请看偈颂的第三首：佛不思议立分别，了相十方无所有，为是广开清净道，如是净言能观见。这是清净功德言天王，他的赞记啊。佛不思议立分别，前面这个不思议是说佛所证的，立分别是解释不思议啊，何以不思议？佛立一切妄想分别之主，于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大白了。底下这一句了相十方无所有，了是明了通达，相是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佛眼睛里面看清楚了，这些相它的真实相是无所有啊，正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在讲席里面曾经多次提醒同学。这一句是看破，前面这一句是放下啊，立分别是放下，了相十方无所有是看破。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有能力跟诸佛菩萨一样把宇宙人生真相看清楚了，你在现实社会当中啊就立一切苦难啊，《心经》里面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就做到了。
如其不然，那只有一个办法，放下万缘，老实念佛了，求生净土。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现代这个时代，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这个世界随时可能被毁灭，现代战争的武器，是核子炸弹、氢弹，诸位都晓得，威力之大，难以想象。一颗炸弹爆炸，一个城市在几秒当中就化为乌有了。如果人口密集的都市，这一颗炸弹炸死几百万人了。那么今天这种事情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举世之人啊，都生活在忧虑恐惧之中，不晓得这个灾难哪一天降临，可不可能呢？非常可能。这是众生业因果报所感得的。我们学佛的人比较冷静一些，看得清楚，所以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要想到死了以后往哪里去，不能不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也不晓得在哪里死，更不知道是什么方式死去。死不怕，我们都很清楚啊，只不过是一个境界的转变而已。摆在面前是法界，你要往哪一个法界去转，这个权操在自己呀。自己一定要明了，在一生当中，最大的善行就是不造业。人在一生当中能够不造业，诸佛菩萨都赞叹是为大善啊。无量寿经一开端就把这个修学的总纲领告诉我们，教我们善护三业，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乎意业清净无染。我们只要把这三句做到，老实念佛，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任何人都不能跟你相比啊。
我们能不能得到呢？取决于自己。别人既帮不上忙，也碍不了事。如果别人能妨碍你，别人也就能帮助。说实在话，别人不能妨碍你，也不能帮助你。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现前的处境啊，不可不知。不思议境界就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师所如的、所证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华藏世界一真法界。我们在华严经从开经到此地，我们逐渐也体会到一些设法界在哪里呢？这个一真法界在哪里呢？一真法界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个法界之外还有一个法法界，十法界，这个一真法界，那你就错了。给你讲真的，真妄不二啊，凡圣不二啊，染净不二啊。西方世界是净土，我们这是秽土，净秽不二。我们见不到。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够证得。诸佛菩萨化身大师他们何以能够证得呢？利益分别，这一句话重要了。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看破了。你读经听经，你就会开悟啊。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的悟门堵塞了。佛菩萨给我们众生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分别，他们立分别。我们着相以为这些现象都是真有，他们了解这个相是幻相、假相。我们在前面呢曾经跟诸位说过一切诸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中观论上讲得好啊，这个八不把宇宙的真相佛经里面说的诸法实相描绘的玲珑透体。佛菩萨
彻底通达明了了，这是他的自行圆满。自行圆满之后啊，一定要化他得帮助别人嘛。所以第三句说为是广开清净道啊，清净道就是前面两句所说的帮助众生也能够入这个境界。众生何以不悟呢？问题它还是有分别，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之难，还是有执着啊。所以你如果要问你哪一天成佛，你哪一天明心见性，你不要问别人，你什么时候对一切法不分别了，那一念之间呢，你就成佛了，你就明心见性了。我们看看过去诸菩萨修行，历代祖师大德修行，他们的悟如刹那之间豁然大悟，我们世人讲语言成熟了，怎么成熟的？他放下了，他对于一切法真的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谁能做到谁就成就了，也不在乎男女老幼啊。你在宗门公案里面就看，前一次跟诸位提到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悟入24岁，放下就悟入了，诸佛如来诸大菩萨祖师大德天天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这个话听了千遍万遍，心里头啊真有定功，如如不动。不能不算他们有定功啊，那听了千遍万遍还若无其事，那不痛不痒啊，你说怎么办？可是佛菩萨毕竟是佛菩萨，他不会阴，他不退转，还是在帮我们，这个显示大慈大悲啊，正说明了这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我们凡夫做不到。所以他能够为一切事情一切众生广是没有限制的没有局限的开始清净道清净道就是出离道，清净道是佛道，在
清净功德言菩萨这一首偈子里面，自行化他，同时的没有先后啊，说明内证跟外用也是不可思议。诸位要知道，乐在思议里面就有先后，就有差别啊。为什么呢？就有所有了，不是无所有了啊。自行自证立分别，化他也立分别，永远与清净道相应，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如是净也能观解清净功德言天王，他看见了，啊，也就是他所证的这个法门呢，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无功用恨解脱门。啊，我们在长行里面曾经细细的说过。请看下面一首：如来智慧无边际，一切世界莫能测，永灭众生痴暗心，大慧如此深安住。说如来智慧，诸位一定要明了，就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诸佛如来有，我们也有。啊，这是从体性上说的。啊，可是诸佛如来的智慧，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看见虚空法界的真相，它起这个作用了。我们虽有智慧，跟如来一样，不起作用。这个不起作用了，佛说了，我们是有障碍，把我们的作用障碍住了。啊，实实在在讲，我们的作用起不起？起，不是不起。啊，障碍不是障碍它起用，是障碍它我们觉察起用。这个话了，大家要听明白。如果这个障碍真的障碍它不起作用了，那这个障碍是真的，那怎么能说是假的呢？那真的 啊，既然自性要被障碍啊，作用被障碍，那就不能叫真性。真心是迷雾夜如啊，它起什么作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起这个作用。我们今天迷了，试问问，虚空法界，一真庄严，
从哪里来的？我们自信心的。你能说它不起作用吗？它起作用啊。起作用，为什么说我们有障碍呢？起作用，我们不知道这是自信作用，这叫做障碍。那么佛的自信跟我们自信同样起作用，佛知道，佛知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信起用。我们不晓得实际设法界庄严是自信起用，可见的自信它照样起用，不干迷雾啊，就是与迷雾不相干啊。那觉悟的人悟了这桩事情，迷的人还是迷的这桩事情，这桩事情本身与迷雾不相干。大家要在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你能够体会得，你才知道为什么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就明白了，你就会点头了，佛讲的没错啊，一切众生确实本来成佛了，不过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佛。所以叫障，障哪里？就障在此地。寄送里面第一句是说广无边际，第二就是讲深，一切世间莫能测。这个一切世间是指的有情世间，六道里面的众生不了解佛的智慧啊，也就是说不明了自信的智慧啊。另外还有正觉世间，这个正觉是指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佛是设法界里面的佛，他也莫能测。为什么呢？设法界里面的佛没有见性，依旧用的阿赖耶识，用八十五十一心所。所以他莫能测。那要怎样才能测呢？跟前面讲，要利益分别。要见到一切法无所有，自信的智慧就透出来了。《金刚经》的确是无上的妙法啊，在中国自古以来不仅仅是佛门四众啊，不学佛的社会上读书人没有说没有念过金刚经的，那太少了。这一部经呢，确实是开我们的智慧。你如果真正抓到经里面的纲领了，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细细呀、去对比啊，你眼见的一切色相，耳听的一切音声啊，鼻嗅的一切香味，口尝的一切味触啊，你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啊，去体会什么？体会三心不可得，体会诸法无所有，宗门里头参禅怎么禅的？这就是他们用功的方法了，啊，所以叫怡情呢，啊，一定要把六根接触这个境界，跟佛的教诲，时时刻刻来做对比。几时在这个对比上呢？一下子活了啊，起活了，这就证果了，证得了，这个就起如了啊。宗门用的方法，这个理论原则通一切法门，所以这是个总原则，一定要知道佛讲的才是真相，才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的观察跟佛讲的不一样，诸佛说三心不可得，我们认为可得，佛说诸法无所有，我们认为一切法有，我们的见解跟佛恰恰相反。佛并没有教给我们要把我们这个错误之见舍掉，接受他的之见，那这是佛强人所难的。牵着别人鼻子走啊，我们肯服气吗？不肯服气啊。所以佛用的方法巧妙了，说出来要我们自己去亲证啊，你亲证得的跟佛所说的一样，那我们这佩服啊，他是过来的。去细细在境界当中观察，这个观察千万呢不要用妄想分别执着，用妄想分别执着永远见不到啊。那要怎样呢？立妄想分别执着去观察，你就有门路可入啦。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佛家讲的参啊。所以佛家不讲研究，叫参究啊。研究是世间人啊，凡事研究研究研究，是没有立心一时啊。心一时是什么呢？心是阿赖耶妄想，意是莫那执着，识是第六意识分别，没有立妄想分别执着啊，那叫研究啊。
佛教给我们立心一时参，叫参就，参就你不会参，我们真的说得很白，不用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叫参。我们现在有人讲，这叫直觉，用直觉法，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这个方法，这就是禅宗里头的修学的原理原则。我们念佛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帮助，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啊，不但是得力，确实能帮助我们真的一心不乱。四一心是禅定的，理一心就是经上讲的境界。那个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四一心往生方便土啊，理一心呢往生十报土啊，这个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边修行成佛，这个时间上大大的缩短了。你们在经上看过，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了。这个话怎么解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的境缘非常恶劣，能在这个恶劣环境当中，群魔乱舞啊，这样巨大的诱惑之中啊，你能够不动心？你能够不被污染？你想想，你这个功夫多深啊！这种善根福德多么深厚啊！所以此地修行一天呢，等于西方世界一百年。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经不起诱惑，这你淘汰的快呀！这个地方要生，生得快，要堕，堕得快。不像西方世界修行呢，平平稳稳的，也不能很快生呢，但是决定不会堕落，那个地方很安全呐、此地是大起大落，所以你自己也想想，你到底天天是在起还是在落呢？这个自己心里头要有数啊。如何能保持自己不堕落呢？古来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这一句佛号不要离口，这个方法确实是妙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不会造口业了吗？二十四小时阿弥陀佛不断了，阿弥陀佛一断了，口业马上就起来了。这个方法是好啊，口念弥陀，心里还打妄想，不要紧，没关系，至少三夜你现在不造口业了。
慢慢念熟之后啊，你那个意业就跟着口业也转了。口是最容易造业，先从这里下手。这个治病嘛，先治最重的病，叫你不要讲话了。不讲话也难过，叫你喊阿弥陀佛，这个好多了，比不讲话好多了。所以这个方法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微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会念佛的人怎么个念法呢？心里头不生妄想的时候，这个佛号可以不念。才一个妄想冒出来了，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妄想换掉。这叫会念佛的人。可是这个里头还有一层，这对凡夫讲的，凡夫不是落在妄想这边，就是落在无明那边。这是麻烦了。妄想起来了要念佛，把妄想打掉；无明起来了还要念佛，把无明也打掉。这样一来，二六十中你这个佛号一句都不能停啊。你要一停了，不是落在妄想，就是落在无明。我们功夫怎么个用，你就明白了。功夫得力，效果，这第三句说出来了，永灭众生痴暗心呐。痴暗是愚痴啊。永灭痴暗，岂不是你智慧就开了？只有智慧开了，才灭痴暗。愚痴，愚痴没有了啊！给诸位说，你贪嗔烦恼都没有了。你为什么会有烦恼障？为什么会有所知障？愚痴啊！所以愚痴断了啊，所有一切障碍啊，从根本上拔出来。你的自心智慧无限的深广通通现前，大慧菩萨如此深安住啊，他不但契入这个境界，入得很深呐。这个是自心智慧现前。在长恒文里面，他得现见一切法真实相智慧海，他赞叹的颂文与他所得的法完全相应。在赞叹的这个偈颂里面，再一遍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学习。
请看底下一首：如来功德不思议，众生见者烦恼灭，普施世间获安乐，不动自在天能解。这首偈子里面，是赞颂他自己得与众生无边安乐大方便定，他从这个地方去入的，从这个法门去入的。所以第一句是如来功德不思议，这个功德呢，就是赞叹自信本定。楞严经上所讲的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是信定，唯有大定其用才叫做功德。这个功德利益一切众生的，众生见者烦恼灭。大家想想，不思议功德怎么个修法？为一切众生事先榜样施功，你在修功啊，虽事先榜样，自己又不执着，为众生现象，现象的时候吉相离相，离相是德，离相是离什么呢？离妄想分别执着的相，给一切众生做榜样做典型，自己又不着相，这是自动的，不可思议。吉相立相就是不思议啊！何以故呢？前面说过了，相即非相，非相即相，这是不思议境界。众生见了之后啊，觉悟了。我们取最粗显的比喻来说，众生贪财，你不贪财，这个就是示现呢，你示现给他看，众生跟你在一起处久了，他也学你，这个贪财是烦恼啊，贪色也是烦恼啊，贪享受也是烦恼啊，你样样都做给众生看，什么都不贪，自己有的人家要的时候都能布施，
不吝啬，这就是你修功德。世间人聚集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是是非非，你所实现的跟大家在一起，口不出恶言呐，跟人家相处笑笑，一句阿弥陀佛，无论别人说什么，阿弥陀佛，好啊，你的心多清净，久而久之，人家都会叫你做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没有一句废话了。别人问道，你看他能接受，你就给他讲几句。不能讲，或者是他讲了他也听不懂，阿弥陀佛就好了。阿弥陀佛他听进去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就度了他了。所以这一生当中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来表演的，就是来度众生了。表演我们也要学诸佛菩萨三轮教化，要有心。什么心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有这个心呐。你没有这个心怎么行？要有思，思就是身口，做出榜样来给人看。所以众生见者烦恼灭，众生见得要看这个众生业障轻重，业障轻的见几次他烦恼就灭了，他就开悟。像六祖坛经里面所记载的，六祖麾下的几个学生，那是烦恼轻的人呐，跟他相处没多久，他烦恼就没有了，他就开悟。有些烦恼重，跟他相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烦恼还没有灭。虽没有灭，给诸位说，烦恼轻了。我们今天学佛，能够做到烦恼轻了啊，就有很大的进步了。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冷静去反省，我们三业所造是不是天天在减轻，如果三业所造果然呢一天比一天轻了，你的进步就快速了。如果说每一天天天会轻一点，我敢保证你三年做佛了，你三年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了不起啊！天天在减少这样的人，说实在话，就不是凡人了。
凡人什么时候能看到进步呢？一年比一年少一点，今年比去年好一点。那想想去年比前年又好一点，凡人呐，这个样子的进步太慢了，一辈子很难有开悟的机缘。如果你能够觉察到一个月比一个月有进步，你这一生当中有开悟的机会啊，不定十年二十年啊，我看古大德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才开悟的啊，那就是什么月月都有进步啊，你这一生当中啊有开悟的可能啊。如果是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都有进步，那就恭喜你了，我看不出十年啊，不会超过十年啊，天天有进步啊，绝对不会超过三年啊。我们自己这样做法就自己得大利益了，众生看到的时候他能断烦恼，菩萨世间获安乐，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利益社会呀，利益众生啊，自己修持就利益社会，就利益众生啊。这种修学给诸位说法布施啊，我虽然没有实际上去照顾一切众生，你这个样子就是照顾众生，你这个样子就利益社会了，社会的典型，众生的榜样。